关系。选择经济目标，我愿意去，我想法愿意去啊。再一个呢，你这个主观愿望你放在气功上了，当然意识里边它就会灵明了。你主观就往气功放，不是气功不做，非得气功才去干去呢。这么一搞的话呢，意识里边灵明了，你愿意往气功那边走吗？过去佛家讲啊，说佛家最简单的修行方法是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但是念阿弥陀佛谁能不能修得成，他们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谁练功练能不能练成功了，就三个字吗？信愿行。一个相信，一个发愿，愿意愿意去，要自己的事去行。行的什么呢？就得念，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么念啊。信愿行了以后，有个大师又一个加了个字儿，叫坚信、切愿、苦行，三种资粮吗？我们练气功也是如此，坚信、愿意练、切愿、苦行苦练。当你要想用意识往外发气的时候，和外界事物起动的时候，你也得坚信，坚信能起作用。愿切愿，我愿意非常愿意的去起作用，努力去做苦行嘛。其实这三个字信念行而三种资粮啊。我记得我在比较早的时候写怎么样练好气功里边呢，在清风山水里边就写了三种资粮，我写了这个问题吗？也就是信愿行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就主观愿望非常关键啊。讲到这儿呢，咱们意识的作用就讲完了啊，就讲完了。这一节我们讲的短一点，时间短一点，由于我们懂得意识的作用了，懂得原理的特殊性了，意识的规律了，然后我们讲它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同学们要注意的这一节呢，关键是意识如何发挥作用。前面讲意识的作用，生理方面主导生命的，生理的、病理的，对客观世界作用，那只是举例子，很浅显的，根据过去那些情况写的。对咱们同学来说呢，意识的作用那一点儿就太肤浅了。你看咱们今天呢搞的科学实验，这都属于意识的作用啊，都属于意识的作用。工业、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畜牧业，人都属于意识发挥作用去啊。意识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在起作用啊。当然意识调动原始混元器，但是调动原始混元器也是意识的作用啊，意识去调动的呀。所以咱们练技能功就是练意识的作用。那方老师，咱们讲混元器怎么讲呢？混元器，混元器是什么？意识你不就是特殊的混元器吗？不要，我们不要认为是强调了意识就和混元器对立起来了。我们讲这个意识本身，它就是特殊的混元器的运动。意识支配一般的混元器，这特殊的混元器支配一般的混元器，就相当于大混元器支配小混元器，就这么个问题，跟大人管小孩一样的啊。意识是个大混元器，那个普通的混元器是小混元器，它管小混元器的，就混元器对混元器，就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们学了意识作用之后，应该对这个问题，对意识在人体生命活动当中的作用，在大自然界当中的作用，它处于什么地位，它怎么样起作用，应该有个简单的了解了啊，应该有个简单的了解了。下面我们讲第五节，意识的第五节。第五节混元意识论的特点就是做总结了。咱们这一节这一章啊叫做意识论，叫混元意识论。这混元意识论的特点
我们的混元医学论呢，通过我们这几堂的讲解，同学们可以知道，混元医学论不是凭空造的，它是吸收了我们现在的各方面的文化成果，包括历史上的佛教的意识观、道教的意识观、现代科学里边的医学里边的、心理学里边的，以至于现代科学里边其他的成果，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建立在已有的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虽然不敢说我们的意识论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已有的意识论的材料我们都吸收进来了，不敢这么讲，因为好多材料我们还没有看，但是我们可以讲基本上各个方面的材料，比如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是把它参考了，好的东西拿进来了，然后通过我们的练功实践，这个练功实践是指的我们智能功工友的广大群众的这么多同志们实践这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意识论我们在80年编创智能功的时候为什么写不出来啊？有人讲的，方老师啊，怎么81年你不写这个东西啊？81年编辑人工先编那本书好不好吗？这么多年了，早有书早出来，咱们智能工早就普及了。不是那么回事情，那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一个简单的轮廓，而真正的内容把它充实起来是通过广泛的实践搞起来的，没有实践都谈不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像别人，表现讲嘛，那个时候天时还不到，这个理论不能往外拿，拿也拿不出来呀，你没这么多东西啊。我不知道同学们看没看，注意没注意，这里边有好多例子都是这些年搞的呀，以前没搞哪来例子去啊，这第一。另外有些个论述的内容，有些个书是近5-6年才出版的书，我们这书本引用的材料是近5-6年才出版的书，或者说近7-8年来才出版的书。我在80年的时候写书的话说，我们要引用别人的书，书还没出版呢，我们拿什么引用？从哪儿引用你的材料去啊？那时候写只能写点佛教怎么说的，道教怎么说的，现在科学这不好的你就引不了，我们这种实践也引不了。这些东西的话呢，不是凭空来的，实践来的。这里告诉同学们呢，要搞实践。当然我们通过实践之后把古人这些知识把它系统化了，而这个系统化不是一般的怎么拼凑一下，当一个文抄工，过去讲自古文章一大偷，谁会偷谁就由头，不会偷的就当剽窃，会偷的就成为个家。智能工这个东西不行，偷不得。因为什么呢？过去那个意识观都是唯心论啊，唯心的，你拿过来咱们成唯心主义了，不能偷。所以呢我们只能通过实践来验证它，重新搞起来。但是它里边有很多合理的东西，佛家、道家、现在医学科学，包括甚至于西方搞的天主教，现在是类似天主教的而变了的，又不同于心理学的什么第四道，这些就像这个情况，它里边根本观点讲错了，但有一些具体问题讲对了。我们就需要通过实践把那个头倒立，原来是脑瓜冲下的，
脚冲上，头冲下，脚脑袋着个地，啊，脑袋着地，咱们给倒过来，脚着地，成为现实世界才行呢。以前他们讲精神决定一切，精神不灭，物质是附属于精神的，我们讲的是物质不灭，精神是附属于物质的，精神也是物质，是这么讲。他们讲是精神世界是精神的，物质是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们这么讲。我们呢，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的一种特殊表现。倒个过啊，倒个过，整整相反啊，整相反。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是过去的意识论、神秘主义、神学就变成科学了，因为我们立足于世界了，立足这个现实世界了，就是科学了。所以这里边呢，一方面我们就可以阐明意识对正常人活动的积极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人，也可以指出现代人类的意识活动的不足。所以过去呢，就不懂得意识对人体生命活动起什么作用，怎么起作用不懂得。虽然佛教看到人类的不足，但是不得是意识的不足，我们就看意识活动的不足，说哪点不够，应该怎么发展，怎么完善它，这么来讲。佛教它也讲完善，它不叫，它意识不叫完善，不需要完善，意识本来就是完善的，现在是人把它搞坏了，你现在复原就行了。智能功不那么讲啊，智能功不那么讲。我们前面讲啊，说以前最早的一元体，最早一元体，原始的一元体，人形成的时候，那时候一元体还太简单呢。他那时候自由自觉，我们讲意识的发展，种族发展史的时候，那时候他的意识自觉，自由自觉的，他是在最简单的生活那样的自由自觉。他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生活的这个必要的人的物质条件啊，所以回头我们再有关的问题我们再谈啊，只要先简单这么说一说。所以我们只有认识到意识活动对人生命活动的积极作用，也看到它的不足，这样呢才能够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运用意识，这就是智能启蒙科学的内容了。懂得意识的作用，懂它的不足，我们怎么用这个意识，怎么去完善这个意识，这是我们智能启蒙科学的内容了。正是由于智能气功把这个意识问题解决了，所以智能气功啊，就把传统气功从神秘领域、从宗教领域解放出来，以崭新的面目而成为科学。气功能不能成为科学，意识这个问题是关键，能不能解决意识这个问题是关键。能解决了意识的问题就成为科学了，你不能解决意识问题，你把意识当成神秘化，那就脱离，你就脱离不了神秘主义，也就离不开宗教。佛学唯识论那是很多书，那是很多书，他也在研究心啊，研究知识，研究这个意识啊，但是他研究意识一个根本点错在哪儿呢？他没有认识到意识本身的不完整性，没有认识到意识有个产生过程，他认为意识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着的，这个他那个发源点、出发点搞错了，所以他那个出发点搞错了，所以全体就错了。但是呢，他里边讲了好多具体问题，是那些具体问题有好多好多内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是揭示的意识活动一旦产生之后，一旦形成之后它的规律。他讲前面原来就有，又怎么怎么活动，怎么怎么活动，怎么怎么活动，他讲怎么怎么活动的时候，这里边好多问题是讲对了，他给前面这个意识原来就有这句话讲错了，这一点错了，里边好多东西是对的，应该是说合理的，不是完全对，叫合，他讲好多是合理的。下
下面呢，我们智能功的意识论什么特点？当然首先要和传统意识论相区别。下面我们后面呢就一个一个的讲一讲。讲第一个，意识原体理论是向前发展的火焰机理论，这第一点，第一个大特点。火焰意识论第一大特点，先讲因为咱们意识论嘛，有原体理论，有意识理论啊。这第一大特点是原体理论。这个呢，就把原体理论和火焰机理论结合到一起了，是向前发展的火焰机理论。我们在讲火焰整体观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火焰整体观是个向前发展的这么个理论，从原始火焰机啊，从原始火焰机。无形无相的原始火焰气向前一发展，变成有形有相的物质，有形有相的物质，这样的物质它也有火焰气。这个火焰气呢，它既有实体性物质，又有非实体性物质，它里边有质量、能量、信息三者为统一的，以质量为现在形式的火焰气形式，也有以能量为现代形式的火焰气形式啊，就在物理世界，从原始火焰气，原始火焰气它是个无形无相的，只是从一个最简单的信息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分不开的，到了万事万物的，再进发展到了人的人脑、人意识到原体，原体呢又是没有能量、没质量了。咱们讲火焰气讲过这个问题啊，到原体，到这个情况。似乎是原体从原始火焰气到万事万物到原体走了个否定之否定的一个螺旋，这是讲火焰气理论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讲原体呢，它同样还是向前发展的。当一旦我们人原体形成之后，原体本身它产生精神活动。过去嘛，就讲人心者道也，道即人心，人心即道，心外无道，道外无心，心即是道，道即是心。佛家讲啊，这道家讲，佛家讲吗？心即是佛啊，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道家和佛家呢，一个搞了一个道，一个搞了一个佛。他说心即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佛家说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心即是佛啊。看来佛家说这个，是佛家说这个佛和道家说那个道差不多。你要修道就修这个心就完了，把这个心修返回那个道去就行了。他这么讲，我们真的净空不这么讲啊，真的净空不这么讲。从原始火焰气向着那个道发展到万事万物，前进了一步具体了，发展到原体，原体信息量更丰富了，和初始火焰气相仿佛不相等。不能说一原体即是原始火焰气，有原始火焰气就是原体，不是这么讲。那是他们的讲法吗？一原体是心啊，原始火焰气是道，那么心就是原体，就是原始火焰气，原始火焰气就是原体，这两个不等同。而现在气功界的人，很多人弄不清这个问题，就以为是等同，所以练功就返回去。咱们练功不是原体形成之后，原体又到心层子里边了啊，一圈
原始观元气，万物气，这是个元体意气。转了一圈啊，从这儿来，从这儿来，转了一圈回来了。以前说呢，他就是他，我们说不是他，他比他高了一点。到了一天怎么办？元体一形成之后，他就又变了。元体原这是初始元体，一变自我一元体，这两个也相当。相当于这个原始混元气，他们是这两算一个的啊，分不出来。然后他又渐渐发展了，偏执元体，偏执元体之后，再变过来，圆满元体，再过来混化元体，嗯，一混化之后，你又跟这个初元气又相仿佛了，还但是又不是他。离着这个原始混元气更远了，啊，是这个样子的，发展的啊，发展的。以前他们给他到这儿，这么退回来，从这儿退回来返还，咱们不是发展从这儿，初始元体、自我元体，发展到偏执元体，偏执元体比万物，比这个万物混元气要高层次多了，啊。其实万物那个也偏了，它偏成有形有相了啊，有形有相。但是里边还有，它本身还有万物的混元气呢，万物混元气里边还有它这个无形无相的气呢，实际也并没有偏嘛。以为说有形有相就偏了，也不对，它并不偏，它里边有无形的气。这过去这些问题看得不清楚，我们现在能够把它学了混元气理论之后呢，对传统理论就能够有所了解了。他们说以前讲无形无相的气。那就好的，那么无形无相体凝结成有形有相的物体，它不也是无形无相气吗？而它里边不是也还有气吗？这个问题呢，古人就不能正确对待啊。到了意识，到了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往前一发展，自我也分辨不过来，从原初始元体自我也到偏执元体，它就偏了，坏了，他说坏了，这坏了呢，得这么变，就是变在这儿，他说这儿就是他，因为他干什么？他们原来一个气，他转一圈来的，转回来的，我们这儿没一个圈，不是一个圈，这么过来的，嗯，这是一个圈一个圈，这个发展的理论向前发展的，混元气发展了一个圈到人元体，元体又发展一个圈，现在刚发展了半个圈，哈哈，但是刚发展到这儿。人类到了现在就到了这儿了啊，到这儿了。之后咱们讲啊，讲意识还要继续完善，就这个道理。现在人就到这儿了，这里还有我们混元气理论指出来了，还有呢，这儿的还是这还是这还是一家呢，这是一家，哈哈，这是一家，这是一家。现在咱们这呢，现在人家停在这一间就不动弹了啊，就不动了，就以为这儿满了，这两家已经过去了，也不知道，对前面这两家也不知道，对后面也不知道，就光知道这儿叫偏执，偏的非常偏的固执就存在这儿了啊，嗯，元体理论就这么个理论，那元体的理论呢，就是咱们简单说，它是个发展的。混元气理论，这第一点特征。第二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其实就跟这个把它进一步说了，这返还的问题，不是，这练气功不是使意识返还原始，而是向前发展。我们前面讲的是讲我们这个理论。讲理论，元体理论是上升了一个螺旋，比较是初始混元气上升了一个螺旋。从这个理论来说，
是上升的。那么从实践来说呢，从练功的实践来说呢，以前练功就是往回返，叫返璞归真呢，啊，过去都叫返璞归真。怎么返呢？这样，因为他这到了意识就是道，他这么连起来的，这么连起来的。这儿一偏了，偏到这儿来了，让往回返，返返哪儿去呢？这样返，返到这儿来。这个道啊，也是观音器，往这儿返。无论是佛家也好，道家也好，都讲往回返。佛家是讲自古以来人就这个佛性，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从历史上往前推没个头，叫没有开始，它叫无始。道家不然，道家是一个叫原始啊，原始天尊，原来那个老始宗啊。所以在道家就没讲无名这个问题，可道家讲这个就讲食神，他是后人来的，啊，在这一点嘛，就是呢，道家呢比着佛家唯物点。中国的宗教啊，他本来是道家这东西呢，他是从气功搞起来的，他不知不觉弄一弄就弄到唯物上来了。他自己呢虽然讲神学，他这个矛盾嘛就在这一点上。所以道家有好多是唯物的，他讲人的精神。其实哪儿来的？这元始天尊，这个大元始天尊，大元始天尊天上的最大的、最高、最高的地方，元始天尊，他一画，画了这么无数个小元始天尊。你呀、啊，你，咱们都是小，还加上我，都是小元始天尊。大元始天尊，他天上呢画了一个，人脑袋顶上又进去一个小元始天尊。这相当于是西方的自然神论啊，万物有灵论，或者是说泛神论。佛家不是，佛家不说谁画的，你就是你，你前面没头没开始。道家说有个开始，开个元始天尊，原始嘛，原来的始嘛。佛家讲原来就有这个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就是有史以来谁也不明了，不知道真正的道理，原始都是糊涂蛋啊，都糊涂不明白，都是白痴啊，无明嘛，不明白道理嘛，不明白道理就谈这个世界，本来也没有世界，也没有人，就有那么个佛性，就因为不明白才有这个世界。他那么讲，让你怎么办呢？让你明白了，把这个荒惑去掉，明白了自己，去掉荒惑，到最后呢返还到那个佛性那儿去，返到佛性那儿去，到了常寂功了，老那么寂静的，那个寂可不是死啊，可不是死。什么叫常寂光度？我也没见过，你们也看不着。那些个佛学大德们，他会说，他也看不着，他也看着，因为他还成，他没成佛吗？那叫佛的道理，只要到了佛的时候，他到常寂光度去呢。所以他们现在讲佛学的人，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常寂光度，他没到佛程度吗？释迦牟尼佛早死了，他知道不知道？也没人知道。所以闹了半天常寂光度，就是没人知道，因为就是一个观世，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他知道他死了。他说他知道他死了，你别人还都没成佛，你别人都不知道吗？所以到底释迦牟尼佛知道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还是这么个问题。道家嘛，就说是让你返还，返还往哪儿返还？原始还原器往这儿返还来，浑浑噩噩什么都没有，往那儿返。我告诉大家，从历史上谁也没返到过那儿去，都说的挺好听
啊，返璞归真，返璞归真，看这个词儿多好听啊。返璞归真多好，返璞归真往哪儿返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往哪儿返，就说是我们老祖宗，老老祖宗那个时候人嘛，无忧无虑，整天傻呵呵的，穿这个树叶配这个树皮，就吃点儿，到哪儿就吃哪儿。不过这真不错，那是人的自然免疫力在起作用，也是人的自然生命力，叫个自然力吧，就包括免疫，包括免疫力、生命力。人的自然免疫力、生命力在起作用。那个时候呢，天冷也冻不坏，天热也热不坏，吃就随便吃点就行了。所以那就是朴啊，最早的朴实状态，原始人们的非常淳朴，非常淳朴，很自然。那倒是自然，到哪儿吃哪儿啊，有果子就吃果子。没果子就吃树叶，什么都吃。大家想，他能活得了吗？那就免疫力嘛，自然力嘛。还有咱们现在那时候 还打预防针了，哪么预防针去？可这人他也活下来了。大伙说不可想象，哈哈，不可想象啊，什么都吃，脏了呱唧的，挪开白薯，那时候没白薯啊，从地刨过来，拿手搓吧搓吧，连土带泥都吃了。现在让咱们去吃去，如果这个下乡支援农村去的话，这但是待惯了以后可能还行，从地里刨个白薯来，拿手搓搓，把那皮抠抠，那咬咬就吃了。实在不拿点，拿个什么那个，到那个庄稼地里边。撅个书尖，拿去那个书，把那书一劈，快拿那瓶，快点快点快点快，扣扣扣，哎，就是点刀都没有，快把那放那外外头一点带泥的皮，一刮刮完了，好像坑坑的土也刮它不掉，刮刮刮白了，看这块咬还挺好，还挺香，这是，那叫上农村劳动改造了，是，那是毛泽东讲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有这么一条语录那是。人呢，就是有这么多自然免疫力、自然能力，你也想象不到嘛。咱们就可以想象那什么，狼孩、猴孩、狮孩，他们在狼群里不得吃生肉吗？那狼孩不得吃生肉吗？他哪儿弄粮食吃去啊？那个小兔子肉，咬吧咬吧就吃了。大伙儿想啊，那怎么吃啊？你没上那儿去，你要去了，你就成狼孩，你就会吃了。因为你是人孩，所以你想象不到那些问题。他人家有这么多的自然能力，返璞归真就返到那儿去，返到狼孩那儿去，让你吃生肉去。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我也这么讲啊，管保人家气功界、道家、佛家，非把我骂扁了不行。返璞归真往回返嘛，复古嘛，就往那儿复，复到那儿去嘛，上古嘛，上古那个道德非常醇厚啊，民风啊非常好，好就好在这一点上啊，返璞归真往那儿返去啊。其实呢，都会这么说，你真让他往返璞归真的去，把那个秦皇岛分析分析，他就不去了。
由于那个时候人们呢，他们对古代不真了解，都是想象，上古道德怎么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那时候也没有考古学，咱们现在一考古挖出那时候人，个子倒挺大，拿那个工具就石器，这么厚这么大，又笨又重，没智慧。他们古人不知道，他们就以为，你看在春秋战国那时候，他就以为呢，古人老辈的跟他们生活一样，也是有粮食吃，有地种，就以为那个样子。他们就对古人不了解的缘故，佛教是对古人不了解的缘故，不知道多少几千年以前，多少万年之前，人还那么落后呢，他不知道，就拿他现实，他现在那个心情，他想啊，古人道德怎么好，怎么怎么醇厚，我们要反那个上去，是这么个问题，是个误解。正是由于对历史误解了，他不了解历史知识就不可全面。他说庞老师，不是他们都有了功能了吗？有宿命通吗？不是，不是对过去都能了解吗？多少辈子以前的事都了解吗？我想这些问题啊，咱们也还得抱点科学态度，同学们别太幻想了。没有真正研究过好多功法的人呢，没研究一些历史的人呢，如果你要没研究历史，光研究功，也不知道它是错谬；光研究功，不研究历史，也不知道它是错谬；光研究历史，不研究功，更不知道错谬。如果我们都研究了，就知道他们说的这个宿命通，把过去什么什么都知道了，不能说都说是胡说八道。有好多问题就是八道胡说。不要说别人吧，现在道家功现在最被推崇的龙门派正宗五柳仙宗柳花阳，是他认为他是到了把他老师更向前发展的一步了。慧命经、金仙正论两本书，他那引证的那些书好多都不符合历史情况。你就说他那宿命通，他说他那些说他那些大丹都结成了，出眼胎眼神都完了，他六通那就不成问题了，他们把书都引错了，就把佛，他是个和尚，把佛教引的书他就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是吧？那个慧命也好，漏尽也好，佛教本来都有是怎么回事，这有解释的。他就怎么说呢？他就说，漏尽就是男人的精，一泄精这叫漏尽。元气就是慧命，他就给那么讲，你有什么办法呢？连点佛教的起码知识都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呢？他就这么讲。他书中写那个宝长和尚活了1200多岁，等到达摩大师到中国来之后，让达摩渡他。达摩到中国来的时候，佛教释迦牟尼佛死到达摩来还不到1200年，可是说宝长和尚活了1200多岁了，就还没释迦牟尼佛呢，就有宝长和尚了，就你这会怪不怪？所以这个不懂得历史这个情况呢，不懂得历史呢就出笑话，要出笑话。有好多东西你都不用用神通去考察，就用实事一考察，就不那么回事，就不那么回事。所以就说嘛，咱们过去说的是宿命通啊，这个通那个通啊，我说呀是擀面杖推火一窍不通啊，一窍不通。说历史怎么怎么怎么着，好多你都说错了啊，好多你都说错了，那历史一考察就不那么回事吗？明明现在考察释迦牟尼佛离我们现在这2500多年，佛教徒为了跟老子在中国，为了跟老子打架看谁早，就把释迦牟尼佛就早说了400年，还有的说早说800年的，还这么也都是大和尚们写书写的呀。
你都是说有了神通的一代祖师们写的，那么他那个神通到哪儿，虚名通哪儿去了？懂了这些道理了，同学们就所以把那个宿命通也好，什么神通也好，要放一放吧，放一放，就不要去抠那些东西，不要想那些东西啊。他们宿命通历史说不错，宿命通把我们现在几百年几千的人都说错了，多少万年以前更说不对了。所以那个返还的道理，返还的道理实践来讲是个悲剧。这就我上次不也讲了吗？那么讲一元体，讲一元体独立性的时候，就这么个问题。他这返还要返还，返还，返还，返还。他一练功，觉得自己空空荡荡了，空空荡荡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觉得自己没有了。好了，认为自己就返还了。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他那个神通啊，还没有到了最高境界。到了最高境界，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实际上这个一元体本身，这个人的意识活动和那个大自然的东西还并不等同了，不是一个东西。在这一点上呢，佛家有的著作里面都有了一丁点阐述，有了这么一丁点阐述，它并不一样啊，并不一样。实际道家的这个动作，他们认真分析，他们的论述也是不一样的，不是跟你相等了啊，不是那个样子。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讲，这个返还，实际是一个不存在的。说为什么说不存在？因为你绝对返不回那个什么都没有，原始灰烟气。你不要说原始灰烟气，就拿了最原始的灰一元体，你都返不回去。当那个元体原始灰烟气在这儿，万物一元体，一元体成了自我一元体，偏给元体。我们练功从偏给元体练起功来，一练功来体会一元体，体察一元体，学到自我一元体，体会到初始一元体。同学们，你们可要注意啊！初始一元体是什么？它就是没活动，是不是？初始刚刚一形成，没活动，那叫初始一元体。当你要一体察它，是不是就有了体察活动了？你一体察到就有了体察活动了，你体察到初始一元体，实际上呢，是一元体在体察它自身的时候那种状态，它里边有个体察活动的这么个过程了。就是你是体察到一元体在进行自我体察的时候的那种状态，而不是原来的什么也不动的那个初始一元体。你只要一体察，你只要一体察，他就不是他了。他说不察而察，你还是察了吗？不察而察，也还是不察而察吗？你怎样有了主动性呢？一元体是既不是主动，也不是被动。他说不主动不被动，是个零。你那一察有了主动性，不是零了，是个正数了。所以你要想返还，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返还问题。说在这一点，从理论上，根本理论上来讲，很多人就没把它搞通了。所以在过去怎么讲呢？不让你说，佛家他懂的，你这一说就错了，你一说就错了，你这一体察也就错了啊！你得说，严陀陀光说说，是吧？灵光独月毁脱，这窘脱昏沉。这灵光独月跟那个普通的迥然有别不一样了，人家是不一样的东西，不去说
一说就错，因为你一说，你的意识找到一边上去了，你不要说，一连一想都错了。但是呢，想就是把那个意念，咱们先说形成了意念，成了咱们意识形成里边，从前面原始启动到趋向到形成意念，你一想你形成意念，那就错了。当一趋向的时候，里边一趋让你的感觉非常非常精确了，在里边原始起来一启动，不是往外取，而取向原体，从那儿，咱们就在书本上啊，在书本的意识活动的形成的那一段里面，意识活动产生过程，原始启动，趋向积聚，发任活动。原始启动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趋向积聚也感觉不到。将来练的我们意识非常敏感了，里边那么一动，它那儿一动，就到里边去，不能到了发任活动，发任活动一发任就往外发了。他那一取往里边取，往里边去取去了，而且感觉到它，那样的这个那个东西。但是你往里边一取也是取了，不是原体什么都没，原体空空静静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这个样子呀。所以这一点上，也根本道理上，过去古人没把它搞清楚。不是说没有些人他懂得了，他说不清楚，不等于说没说不清楚，不等于没搞清楚，因为那时候语言太少，语言太少。有些个禅宗大德是懂得这个道理了，说不出来。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道理给讲清了，讲述讲开的。那个参禅，咱们这里给我讲禅啊，讲禅。讲这个禅开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动弹的？怎么搞的？分开它。但是讲了之后还得去实践，不去实践，你就会说，把它背过来也没有用处。过去说告诉你就坏了，现在智能功就告诉你，你得慢慢去分析，慢慢从里边去想，再从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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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儿往回倒，就慢慢去倒去。什么时候你实践了它就行了。我们智能功就和过去佛法他们讲道理，他们说把神秘化宗教化，我们就把它变成科学。这个道理，你这个道理一点点去做，做的话你从哪儿去变成实践，不是说从里边从那儿往里边一动就对了，你就那个动，谁也代替不了你，得自己开悟，得自己练。老师帮个忙到了时候行，一般呢还得自己练。渐修顿悟嘛，修自己慢慢修，到一开悟，一下里边哦行了，打着了。那个东西不是返还，而是上升了。如果你说不动，脑子不动，佛这叫完空啊，称为完空。佛这称为完空，道家呢称为无情，都不行。都不是真正的东西，他们知道不是弯空，不能弯空，不能是什么都没有，只要是有那就不是返还了啊，就不是返还了。所以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搞错了，我们智能功从理论上不是返还，讲这个问题和传统气功在这个原体理论基础上，我们的功也变了，体法也变了。当然我们想往前进，你就必须得出现超常智能，到你要想体会脑子里边那些东西，咱们常态智能体会不到它啊，体会不到它。超常智能呢不能产生，就得偏执啊，偏执去掉才有可能性。这就是第一个大问题，一元体理论是向前发展的后元气理论。第二一点，就正确对待超常智能意识活动与常态智能意识活动啊，正确对待常态智能与超常智能意识活动。